专辑即将发行，剪了一头新发型，以复古造型出现，为首波朱大哥福尔摩斯宣传，请来资深主播盛竹如来加持，盛大哥更以一身福尔摩斯装扮帮萧敬腾造势。福尔摩斯，我们邀请到了盛竹如大哥来到现场，欢迎盛大哥。就让我来揭晓答案。看到盛大哥，萧敬腾表示很开心。敬腾，帮讲一下看到盛大哥的感觉。很开心啊，很喜欢，对，然后很高兴，因为这次麻烦到盛大哥很多事情，对，所以很谢谢他。盛大哥也不会演，很欣赏萧敬腾以了不起来夸奖他。是了不起，了不起。所以盛大哥是有听过萧敬腾的歌。哎，我非常欣赏他。盛竹如更以行动力挺，尝试从来没有过的帽子打扮。不习惯是我从来没穿过那样的服装跟戴那样的帽子。可是之前不是在节目上有扮过汤姆·克鲁斯吗？那跟福尔摩斯不一样。就不一样。被问到会不会合作一起唱歌，盛大哥面有难色，直喊别为难他了吧。会唱他的歌吗？我唱不好，一点都没办法。出来嘛，我说我唱不出来，没办法。为难我不行。所以有机会会想要跟敬腾一起合作吗？我们今天不就合作了吗？合作唱歌之类的。唱歌我唱不过他，没办法，唱不好啊。也是娱乐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